他一定没问题的啊。对啊，演艺圈大家即使分手，其实都还是一样，是啊，都是朋友啊，对啊，一定愿意的，是王家良愿不愿意的问题。他愿意啊，他已经讲了愿意，你要有自信心一点，因为你要自信心，你比他帅，你比他高，对不对？你比他干净。没有乱讲。你 K 的是想上节目，他一定没问题的啊。对啊，演艺圈大家即使分手，其实都还是一样，是啊，都是朋友啊，对啊。所以上节目这就是否工作嘛，又不是，啊，又不是没钱给他。对啊，还是很愿意啊，邀请他，他如果愿意来的话，对啊，一定愿意的，是王家良愿不愿意的问题。他愿意啊，他已经讲了愿意。你要有自信心一点，因为你要自信心，你比他帅，你比他高，对不对？你比他干净。没有乱讲，我说脸啊，我说脸啊，因为他长胡子，我刮的。不会啦，他其实都很大方，他不会在意。对啊，都已经结婚，都一个小孩了。对啊，不会再去在意这些事情。每个人都有那个嘛，哪个女人没有过去，哪个男人没有去过，没有去过，哎，真的好笑。他真的是神队友啦，他真的刚到刚刚哦，我都先来主持了，他还在帮我带小孩，对，然后他才出来的。那我们出来，我们就给我公婆带这样子，那基本上都是他在带。哇，好棒！对，其实他很棒。這個，你不要那边乱兜，你一直在兜这有的没的。我想说讲谁我都不认识。对啊，各位记者的问题都很细。对，他都带，我知道。你排热一下酒妹。对啊，他一直有在。我还有想说，真的哎，可是你都对错人了，我就没有跟他很熟。对啊，他等一下会扯到马英九。因为现在也对，我想说，对，我想说，等一下还有要选举之类的。